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ia，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面食哦，这就是上海的葱烧大排面哦。来吧，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那我刚才用这个松肉针呢，把这个每一块呢都给它可劲儿的插了半天哈，这个猪排都比原来呢大了一倍了快啊。先来腌制一下啊，我们准备一些葱姜蒜，我们把这个葱姜蒜呢都倒到这个肉排里面，然后呢加一点味极鲜，这个量呢根据您自己感觉啊，看您的喜欢的咸淡程度啊，味极鲜搁多了你就少搁点盐呢，我现在再加一点料酒，再加一点这个海鲜酱啊，又该去买了，有一点提鲜就行了，然后一点蚝油，像我们中餐做红烧的都是要离不开这些啊，一点老抽上色啊，不要多，不要太黑，然后呢我喜欢腌的时候都喜欢加一点花椒粉，它去腥味的，还有这个白胡椒粉，看个人喜好，你也可以搁这个黑胡椒粉哈。然后呢还有很重要，就是一定要放点糖腌这些东西，这个肉嫩呢我就放一点这个非常浓厚的这个水淀粉啊，放蛋清是也可以，可是我觉得不如淀粉的这个嫩肉效果要好。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下手去戴着手套吧，去把它抓匀。好了，你看我们下手把它抓的这个汁啊都已经进了肉里面去了啊，最后呢我们再倒一点橄榄油把它给封住啊，让它这个肉滋润一下，也可以用香油啊。好了，我们把它们抓匀了以后腌制过夜啊，明天我们再来煎，那超好吃的，超入味的啊。行了，那我们等到明天再煎吧。好了，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腌制了一晚上的这肉排哈。现在我们锅里面倒入油哈，就比平时稍微量多一点的油，我们来煎这个大排哈。另外呢，这边是鸡蛋液打好了一个，然后淀粉准备好。把这个腌好的大排呢，先在鸡蛋液里面沾一下，要沾满蛋液啊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淀粉里面拍一下，沾一些淀粉。热了，我就放进去了啊。你还可以再放一块，第二块也一样啊，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蘸，裹上淀粉，裹上淀粉以后它就脆呀、啊。好了，这个肉已经煎到两面金黄了啊，先可以捞出来。哇，这么大一块肉，还怎么吃得下面呢？哇，其实这个猪排啊，要照平时这就可以吃了啊。可是我们现在要做大排面，这样我呢，还要把它做个红烧汁出来啊。好，我们切了一点葱姜，然后还有放了两瓣这个八角，备用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换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锅哈，你也可以用铸铁锅都可以，先加上一点油啊。我们要炒一个糖色，不要太多油，我们加上差不多来三勺糖吧，别以为多啊，这个炒糖色三勺糖不算多的，你也可以用冰糖的颜色更亮一些，无色上来了以后就可以抽烟机了，把这个油炒好了以后，我们就要把这个葱姜放进去把它炒香了，这个不需要弄得太颜色深，像那种枣红色、啊、就可以了，也冒大烟了啊，我们就放进去了。好香啊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刚才炸好的这三块大排放进去。上那个糖色，看马上这油亮一点，
颜色你看都上来了，很漂亮。我们现在就加入没过他们的热水，差不多没过它多少合适呢？就看你要喝多少汤了，你吃汤面要汤多的还是不汤多的？这两碗面应该是够味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给它调点味啊，加点料酒，加点味极鲜，然后呢再加点老抽调色。因为我们这是做面的汤头啊，所以不能太淡啊，还得有点咸味儿才行。哎，这颜色还行吧。好，适当的加一点的盐吧，那汤你不能不咸啊，大概一勺左右。行了，这样我们这个中火呢，就是给它炖。炖个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，盖上盖儿。好了，盖上盖儿，我们调到比较中火左右，给它咕嘟半个小时就好了。汤汁给它稍微浓稠一点，这时候我们一会儿就可以开始煮面了。现在我们再准备几颗这个小青冈菜哈，这个大排已经烧了，还只有十分钟了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出锅来煮面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备好一些这个葱花，还有香菜，另外呢还有一个卤蛋哈，这是我上一次做好的一锅碎蛋。开了啊，我们先把小青菜给烫一下，稍微加一点盐，再加上一滴油，这样的那个青菜烫出来呢比较绿啊。好，这个青菜我们烫差不多有一分钟左右哈，把它烫熟就好了。现在烫了差不多一分多钟啊，一分钟左右，我们就把它捞出来。直接放在冰水里面，这样呢，它就会非常的绿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面条下进去了。有上次压面机压出来的面，还有这么多。放心啊，它不会粘在一起的，一会儿它就全散开了。我就喜欢它这个压面机这点好处，那一会儿全散开了啊。好了，半个小时到了啊，看看这个大排，哇，烧的真棒，颜色也很棒啊，翻个面啊，马上就到了，到时间了啊。哎呦，哎呀，汤都收浓了，看看这放在面里面，别提多香了。嗯 ，OK， 关火，准备面要出锅了。面条煮好了啊，这个我们得用一大点的碗，不然那一个大排一上去，那碗全盖死了。嗯，我吃不了多少面，我就吃一，再来一点吧。好，这些面就够了啊。现在我们在上面。我得找一小点的这块吧，哎，放上一块大排，哇塞，然后放上一个卤蛋，加上一点小青菜，最后再淋上我们这个红烧大排的这汤汁。不要太多啊，太咸了一会儿。好了，再撒上一些葱花和香菜，我们这碗葱烧大排面就做好了，看看好不好吃。现在要迫不及待的来一口尝一尝，你看这面特别筋斗哈，哇，太香了。哇，这个大排烧的非常的软烂入味啊，然后加上这个卤蛋也特别好吃。哇，这怎么减肥啊，没办法的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